大家好，我是 Samuel 柳 Sir。 这段片是 ABLSM 5级乐理的第三堂，今堂我们会介绍半音和全音，我们还会学习怎样听出它们的分别。另外我们会介绍半音阶，我们会讲一下在你写半音阶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。我们现在开始了。半音和全音是什么来的呢？这两样东西是用来形容两个音之间的音程的。音程呢，就是两个音之间音高的距离。半音和全音呢，就是用来形容两个音之间音高的距离的啦。咁在钢琴上面，每一个音和它最近的那个音形成的距离呢，我们就叫做半音啦。例如这个 C 音和它最近距离的就是这个 C sharp。所以 C 和 C sharp 呢，这个音程呢，我们就叫做半音啦。咁喺 C 音嘅左手边咧，最近距离嘅就系呢个 B 音，所以 C 音同埋 B 音嘅音程咧都系半音。咁我会将我举出嚟嘅例子咧都写喺呢度噶。咁我哋可以举多几个例啦。同 E 音最近嘅音咧就系 F 音，所以 E、F 都系半音嚟嘅。F 同埋 F sharp 都系最近嘅音。咁 F 同埋 F sharp 都係半音啦 ，F sharp 同埋 G 亦都係半音。咁全音咧就係兩組半音加埋嘅距離。我哋舉一個例子啦 ，C 同埋 C sharp 係半音 ，C sharp 同埋 D 又係半音。咁 C 同埋 D 嘅距離咧就係兩組半音咯。咁我哋就會叫 C 同埋 D。的音程呢叫做全音。那我再舉多兩個例子啦， E 和 F 是半音， F 和 F sharp 是半音，那 E 去到 F sharp 呢就是全音啦。再另一個例子， C sharp 和 D 是半音， D 和 D sharp 是半音， C sharp 和 D sharp 呢就是全音啦。所以簡單嚟講咧，兩個音中間，如果你可以揾到有一個音俾佢哋夾住嘅咧，咁嗰兩個音咧就係全音啦。如果兩個音中間你揾唔到有音係俾佢哋夾住嘅，咁佢哋嘅關係就係半音啦。咁你可以試下咧訓練自己嘅聽覺，係可以聽得出全音同埋半音嘅分別嘅喎。我哋一齊試下啦。C 同埋 C sharp 咧係半音，你聽下兩個聲音咧係會比較撞一啲嘅。全音的感觉呢是没有那么撞的。我们来多次，半音的感觉是这样的。这个都是半音，而全音的感觉是这样的。咁你可以去鋼琴嗰度揾多啲半音同全音嘅例子，同埋聽下佢哋嘅聲音。呢個練習咧對你學音樂咧好有幫助噶。而家我哋一齊做多幾個聽全音半音嘅練習啊！咁咧我會彈一個樂句，你暫時唔好睇熒幕先，試下聽唔聽得出呢個樂句頭兩個音嘅關係係全音定半音？頭兩個音係咁嘅。这个是全音来的，我们试下下一句，头两个音是这样的，这个感觉撞一点，是半音来的。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？最头这两个音的关系是全音定半音呢？冇错啦，是半音嚟嘅。我哋听下下一句，最开头嗰两个音嘅关系是全音定半音呢？冇错啦，是全音嚟嘅。你又有冇听过呢首歌呢？
最开头嘅呢几个音系半音定全音呢？冇错啦，系半音嚟嘅。跟住我哋会讲下半音阶咯。半音阶咧系全部由半音组成嘅音阶，每一个音咧都比前一个音高半个音嘅，亦即系咧你喺钢琴上面咧要经过晒每一个音，包括黑色掣同白色掣嘅。例如由低音去高音嘅时候咧系咁样。由高音去低音嘅时候咧系咁样。咁其实就好容易弹嘅啫，你都可以去钢琴度试下。咁弹奏半音阶就好容易啦，但系写半音阶咧就有少少唔容易噶，因为有一个规矩咧系要跟噶。咁因为呢个规矩咧实在太重要啦，所以咧请你跟我一齐讲三次啦。每一个音名都一定要出现一次，但系同一个音名唔可以出现多过两次。每一个音名都要出现一次，但系同一个音名唔可以出现多过两次。每一个音名都要出现一次，但是同一个音名不可以出现多过两次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做一些错误示范给你看，你就会明白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会画出半音阶，由这个 B 音去到这个 F 音，总共会有七个音的。那我建议你呢，考试画半音阶的时候呢，就将钢琴的键盘画出来先，咁你係冇咁容易做錯嘅。咁而家咧，我會做出兩個錯誤嘅示範。錯誤嘅意思咧，係冇跟到我哋頭先學嘅規矩嘅。咁我打定個交叉先。咁我而家開始畫咯。我先畫高音譜號啦。咁我第一個要畫嘅係 B 音。跟住咧，我想叫呢個音咧叫 B sharp 喎，其實都冇錯嘅。跟住係呢個音 D flat， 跟住係呢個音 D。咁因為前面呢個畫咗 D 係降緊啦，所以我呢度咧要加 D natural 俾佢嘅，咁人哋就知道我係想彈呢個音啦。跟住係 E flat， 跟住係 E， 最後就係 F 啦。咁我將啲音名寫喺上面，等你睇得清楚啲。咦，原來我漏咗個 natural 未畫喎，等我加翻上去 E natural 嗰度先。好啦，咁錯咗啲乜嘢呢？你記唔記得呢個規矩嘅第一句呢？就係每一個音名都要出現一次。咁我用完個 B 字咧，就直接跳咗去 D 字，我冇用到 C 字喎。所以即使人哋跟住呢個譜彈出嚟會係半音階，但係個寫法咧，就唔啱啦。跟住咧，我會做第二個錯誤示範啦。今次咧，我會用低音譜號嘅。第一個音我要畫嘅係 B， 跟住係 C， 跟住係呢個音。我今次想叫佢做 D flat， 跟住係 D。咁我要加還原符號嘅。因為前面呢度有一個 flat， 跟住呢個音咧，我叫佢做 D sharp 先，跟住係 E， 最後係 F。咁我將啲音名寫出嚟，等你睇得清楚啲先。咁你睇唔睇得出錯咗喺邊度咧？你記唔記得我哋頭先學嘅規矩嘅第二句咧？就係同一個音名唔可以出現多過兩次。咁你見到呢度咧，個 D 字咧出現咗三次喎。雖然人哋照住呢個譜彈出嚟會係一個半音階，但係呢個寫法咧係唔啱嘅。咁喺樂理考試嘅時候咧，通常咧都會叫你寫一個八度嘅半音階嘅。咁咩叫八度呢？就係由一個音開始，例如呢個 A 音先啦，去到下一次出現 A 音，呢兩個音嘅距離咧，我哋就叫八度啦。咁寫一個八度嘅半音階，總共會出現幾多個音呢？我哋一齊數下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
總共會出現13個音的，所以你寫完一個八度的半音階之後，記得數一下自己是不是畫了13個音。現在我會做兩個正確的例子，我會畫兩個由 G 音開始的半音階，一個是上行由低音去到高音，一個是下行由高音去到低音的。咁我先用高音譜號啦。咁我運用鋼琴幫手咧，就冇咁容易畫錯啦。G、咁我而家檢查一下先，首先就係數下我有冇畫夠13個音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啱啦。然後睇下係咪每一個音名都有出現一次，但係就冇多過兩次。如果係咧，就冇問題啦。然後咧，我會喺低音譜號示範畫一個下行嘅半音階。咁我都係由 G 音開始。咁呢個音咧，我都可以叫佢做 F sharp 嘅喎。不過咧，去到 F 音嘅時候咧，你就記得加翻還原符號啦。因為前面呢個 F sharp 嘅聲號咧，亦都會影響到呢個 F 音噶，所以你要加翻一個還原符號俾佢。跟住係 E， 我用 D sharp。D natural C sharp C natural B B flat A A flat G， 然后咧，我又检查下自己做得啱唔啱咯。首先，我数下够唔够13个音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。然后检查一下，系咪每一个音名都有出现，但系就唔好多过两次。咁你画出嚟嘅答案未必系完全同我一样噶，不过只要跟住你个谱弹奏出嚟嘅声音系半音阶，而且又符合我哋啱啱所学嘅规矩咧。咁就冇問題㗎啦。又到咗做練習嘅時間啦。咁課本嘅練習咧，我就會寫喺呢個影片下面嘅 description 嗰度啦。咁另外咧，我哋都有網上嘅練習嘅。今次咧，我哋會試下 keyboard interval identification。咁你撳下右上角嘅齒輪 setting 嗰度啦。咁第一個 interval 咧就係音程啦。咁咧你就淨係揀第一個 minor second 同埋第二個 major second， 其他咧就全部都唔好 tick。Minor second 咧嘅音程其實就同 semi tone 係一樣嘅 ，major second 嘅音程咧就同 tone 係一樣嘅。咁我哋而家出翻出邊咯，咁呢個細階 M 二咧，你就當佢係半音嘅意思；大階 M 二咧，你就當佢係全音啦。咁而家題目問你咧，呢兩個紅色點係半音定全音？咁呢兩個音中間咧，我可以揾到一個黑色掣嘅，咁所以咧佢哋係全音嘅關係。咁呢個 F sharp 同埋 G 中間咧係冇音噶，所以佢哋係半音。A 同 B 中間有一個黑色鍵係全音。B 同 B flat 係半音。E 同埋 F sharp 咧中間都有一個音噶，所以佢哋係全音嘅關係。咁你每次答完咧，佢都會彈翻嗰兩個音嘅聲音俾你聽噶。你可以順便練習一下聽出半音和全音的分別。那我們做多幾題啦。 B 和 C 是半音， G 和 A 是全音， G 和 A flat 是半音， C sharp D sharp 是全音， C 和 D 是全音。那接著我們會做第二個練習啦。
咁我哋要碌落少少啦，喺 ear training 下面嘅 interval ear training。咁你一樣先去 setting 嗰度，打開 interval， 咁你就淨係揀 minor second 同埋 major second， 其他都全部唔好 tick。然後咧你就打開 play mode， 咁我就建議你咧 tick 咗第四同第五個，前面三個咧就唔好 tick。咁我哋而家出翻去做練習咯。咁呢個測驗咧係佢會彈出兩個音嘅聲音，然後咧你就要聽出佢係全音定係半音啦。咁佢會先兩個音分開彈啦，然後再一齊彈嘅。你兩個音好撞喎，係半音嚟嘅。呢個都係半音，呢個係全音嚟嘅，一樣嘅呢兩個音，全音、半音。全音、半音、半音、全音、半音。咁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你覺得我嘅影片對你有幫助咧，就請你俾一個 like 啦，同埋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。拜拜。